现原本。我们徐家威的亲朋好友，各级政府长官，民间团体，以及所有等待家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先跟大家说声谢谢。是一个善良活泼爱笑的孩子，就如同刚刚影片最后，他从小就是非常喜欢笑，他绝对不会希望我是用着愤怒来处理他的事情。在招领的当天，他也给我上了一课，让我能够非常的理智面对事发之后。我只能对自己、对太太还有对家人朋友说，嘉比可能就是一个大天命的婴儿，他用不到三岁的生命来唤醒政府以及社会大众对于行人的重视。谢谢各级政府长官针对这个事情那所发布的改善措施，不管他是迫于压力还是出自内心，或许这些措施会造成我们每个人的麻烦，但我相信每个人在开车骑车时多花几分钟来换一条宝贵的生命绝对值得。这个代价真的很大，每个做父母的都一样，看到自己还没三岁的囡仔，倒在冰柜里底，真正不是一句疼有法度形容。台湾是个善良的社会，从事发之后，来自各界的加油打气以及协助，真的让我们很温暖。我们欠大家的三辈子真的也还不完。这边要跟事发现场帮忙的民众、店家、处理事故的消防队、警察局、成大医院、蜀立台南医院、仁村医院、台南市立殡仪馆、台南市政府各级长官、台南地检署饭保协会、各界媒体朋友、荣兴集团所有长官、台积电所有长官同仁、荣兴集团的所有长官同仁、台南市立殡仪馆旁的查字摸索协助的生命礼仪团队、协助影片记录的台南摄影团队莫，以及所有疼惜家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说声谢谢。大家的恩惠无法一一唱名，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并用行动来关怀这个社会。我们会帮小家威没有完成的生命继续精彩的、有意义的走下去，也希望台湾行人安全能够一天天进步。我们忍着悲痛继续往前走，因为我还有太太需要照顾。我想让小家威的牺牲有价值，我不希望让他的牺牲模糊了焦点。台湾不重视行人安全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我想这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包含我自己在内，我的所有家人、所有朋友、所有兄弟姐妹以及全台湾的所有人都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路上穿越斑马线的时候，也只有每个人将心比心才有办法改变这环境。上次爱女的痛不是言语能够形容，
不是文字能够叙述。介侪网络上的朋友甲我讲，尾巴，你做坚强，你做理智。其实熟悉我，看我从细汉到大汉的，才会亲戚朋友，才会好同事，大家拢知影。我嘛是一个个性足火爆的人。当我发觉嘉威跟苏锦的车祸案件，有一个小小的社会案件，演变成众所瞩目的全国新闻，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不能让嘉威的牺牲来白白的牺牲。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真正的离开，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因此嘉威不会离开，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在这边仅代表我自己，太太苏锦、爱女嘉威，向大家再次道歉。